3层、4层那种。不要再逼我，你们看，你们到底看什么看啊？是袂使看的哦。我住在这，我袂使看的哦。我受灾呢。你今晚讲啊？你今晚讲啊？好了好了，没有没有，再讲东西嘞。你没有北来哦。我们一开始就跟你们烦，不要这样。我们救猫并没有错，然后现在失火原因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只出去1个多小时，如果说你有受到损失，我会负责，并不是要对你生气。我情绪真的，小姐，我怎么看错太多事？你从搬来到现在，都是你造成我们的困扰呢。跟你反映，每次上去上楼，三楼臭得要死，也跟你反映过了。哎呦喂，吓死我了。这一住户是最近才刚搬来，是不是？搬来一两年了。一两年了。就他养猫之间，我是听人家讲大量的猫，听人家讲说就是哈，他那个猫说一家狗哈，猫会怕冷，他们用那个电暖气，这个说的可能是我们不知道，不一定啦，但是有可能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现在就在鉴定啦。所以他都是猫咪，他没有其他，比如狗啊，或者什么。没有没有，都猫。